深深为十月二十八日共创之夜准备了什么呢？又要开始画画了。你的峡谷幻影里，全世界的光汇聚，点亮耀眼水晶去争夺胜利。梦的旅途幻影里，全世界的心降临，炙热碰撞出下一。那今年王者荣耀周年庆共创之夜准备的就是这个啦。十月二十八日，期待与每一位不可或缺的你相遇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